好，我是阿梅，现在跟我老爸过来红树林这边赶海，现在刚刚退潮，走，我们过去看一下。哦，那边有人开始钓鱼了，在后面。哦，这里有一条鱼哦，老爸。哦，这个是鲑鱼来的，这个不能吃。哦，这里有一只大青蟹。哦，啊，它准备要钻到里面去了。你看，只要是来的太慢的话，就钻在里面去，就看不到了。哇，这个淤泥地，啊，拔都拔不出来。一下来就发现了大青蟹，这里有吗？老爸给你绑吧。老爸，这只螃蟹应该有两斤多哈，这么大只。跟坦克一样。这个螃蟹很肥了，冲天了。今天第一个收获。没想到运气这么好，一下来就发现了一只大青蟹。你继续。我老爸刚才这只青蟹应该是从这里面钻出来的，你看这个爬下来。对呀，刚才那只青蟹就是躲在这里。走，我们过去那边看一下，有吗？没有。有，这里有一只，好大的，它准备潜下去了。这里发现了一只螃蟹，就躲在这里。这只蟹钳受伤了，断了，可能出来觅食的，你看嘴巴还在动。握得很紧，现在把它拿到上面去，这里面全部都是淤泥地，太难绑了。这是老林蟹，青蟹来了，红红的了。全都是老螃蟹啊、哦，今天。你看那个脚啊，颜色很好的。走，老爸，我们再找一下。啊，老爸，这里有个水沟哦，快来这边看一下。摸看有没有那个海草里面有螃蟹对吧？对啊，这个时候就躲在这里面对吧？吓我一跳。我以为我摸到一条鳝鱼呢。有吗，老爸？还没潜下去。哦，这里有一只螃蟹哦，在海草里面真的躲到螃蟹哦，你看，现在又开始窝在里面去了。好大的。老爸，你把它抓出来了，小心哦！哇，这个蟹钳夹到了，哇，这手都……哎，小心！力气好大，是吧？哎呀！啊，把它放在上面，放在那边绑吧。放在这里。
我来吧。你绑了，我来找一下。今天收获。老爸，你在那边摸一下吧，看一下有没有螃蟹，有的话告诉我哈，我来吧。收获了，再找一下。哇，那个，你的是海草。哎，又有吗？啊，吓我一跳哦，又有啊？是吗？哎、哦，真的，他今天的运气够好的，哇，又有一只，哦，算，今天这老爸出来赶海，运气就是好，先把它放在这里先，哎，松开，死死的夹住我的蟹夹了，哎呀，哈哈，马上来绑了。老爸，你再摸一下，有的话跟我说。哇，今天第四个收获，再找一下。我老爸从下面摸到这上面都没有发现什么，还有吗，老爸？哦，这里发现了一只青蟹，还没有隐藏下去。一般刚刚退潮的话，那个螃蟹啊，很容易隐藏在青苔的旁边，这样的话人家就会发现不了它了。哇，大个头！哇，你看它的嘴巴在动。它隐藏在这里觅食的，我试一下。现在拿绳子把它绑好。哎，别走。今天第五只螃蟹了，过去我老爸那边看一下他抓了几只了。今天抓螃蟹已经爆桶了，啊，大收获！大收获！一、二、四，十多斤了。五、六、七，今天抓了七只青蟹，已经爆桶了。现在潮水已经上来了，今天抓螃蟹都已经爆桶了，真的第一次跟老爸出来抓螃蟹爆桶了。
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。如果你们喜欢阿梅的视频，记得在下方点个关注哦。下期见，拜拜。